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线上的家人朋友们晚安，又来到了祷告的时光，何等的美好！我相信你也预备好了。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在圣灵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渴望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大大的遇见神。我们渴望在祷告当中，圣灵来。圣灵来更多的充满我们，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求神向我们显现。何等美好的时刻，一个跟耶稣约会的时刻。所以我相信你已经预备好你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专注，好，专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经历圣灵的同在。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寻求的神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这是先知马拉基所告诉我们的。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祷告，当我们在这里寻求神的时候，主说寻求就必寻见，叩门的主要给我们开门。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全心的来寻求神，向神来呼求。我们在急难中求告我们的神，向我们的神呼求，我们的神要从圣殿里面来垂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呼求会达到神的耳中。所以今天晚上带着信心，我们唱这首诗歌，祈求神的自己更多的降临，更多的充满在我们中间。 Amen, Amen。 生命之父坐在你恩典宝座，我们都因你怜悯的成就，你曾说过凡事呼求主生命，我和我全家都必得救。我呼求的生命，恩惠主全能者，至主耶稣，我心靠的恩典，圣洁圣配的赞美，至高山，主耶稣。赦免我一切过错，赐我每一天单单为你活。我要述说你奇妙丰盛恩典，直到有一天与你面对面。我呼求生命恩惠主全能者，至高山主耶稣，我心靠接生配的赞美，至高山主耶稣。好不好，让我们从头再来唱一遍。生命，生命之父坐在你恩典宝座，
我们都因你怜悯的拯救。你曾说过，凡事呼求主圣名，我和我全家都必得救。我呼求的生命，恩惠主全能者，至高神主耶稣。
求告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神从他的圣殿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耶和华加巴西的亚拉玛撒巴巴拉亚加巴西，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我要敬拜，我要赞美，我要感谢你，亚拉玛西的亚拉玛撒勒，来听听。耶稣，耶稣，耶稣，爸爸爸爸爸爸，谁可以来代替？拉卡斯拉卡拉卡巴什里亚拉拉拉里亚卡巴拉亚卡巴拉里亚什里亚拉拉。耶稣，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更多的呼求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今天晚上，让我们呼求神的荣耀大大的降临，呼求神的荣耀大大的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就告诉我们：等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哈利路亚，这公义的日头，今天晚上就充满，就出现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神的自己带来医治，带来拯救。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好不好？让我们这样全心的来寻求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希利亚拉玛西克利亚卡巴舍克拉卡巴西利亚拉玛西克蒂。让我们更多的寻求，让我们更多的渴慕神的自己。主啊，主啊，我们愿你裂天而降。主，今天晚上，主，我们愿你裂天而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大大的降临在我们中间。哦，主啊，主啊，拉卡苏库拉卡帕塞基里安达内，我苏库拉卡帕拉里亚西里亚拉拉马塞卡拉拉里亚卡巴西。Tikiya kaboso korasa male, lai tiya la ba ya ba la ya se ti, kudaso korakabam, la kaboso kanda la masse, Yesu.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清楚地听见神对我的心来说话。主说，为什么他要有这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的目的是什么？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人更多地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主的祷告会，主渴望他的自己，
在祷告会当中，人们把焦点不是放在诗歌信息，而是更多的放在主的身上。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就是单单的渴望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更认识你。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祷告会最大的目的。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疾病的需要，我们需要神来医治，我们被仇敌压制，我们需要得到释放，这个对神来说都没有问题。神喜欢祝福他的儿女，可是好像神最大的心意是，他想要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就像摩西，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像神跟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朋友一样的关系，那么的亲密。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再一次的把你的自己，你的心交给神，主，我要更认识你。主，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每一次我都带着很大的期待，主，就是我要来认识你。好，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为自己祷告，主，你把一个更大的渴慕赐给我，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多的经历你。哦，主，我何等羡慕像以诺的生活。主啊，他生儿育女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主，这是我的渴慕。主，我渴慕这样与你同行。如果这是你的渴慕，好不好，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全然交给神，我们更多的来寻求耶稣。哦，苏库拉玛山塔拉巴山塔勒，基里亚拉玛山塔拉巴山塔勒，亚卡巴拉尼亚什里亚，拉卡苏库山拉拉玛山，拉卡苏库拉卡巴拉山，来菲塞提基里亚塞提。朋友，哈利路亚，受苦三大类，拉
神说我寻得大卫，我寻得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器皿。大卫为什么好像可以那样得着神的心，让神的心充满喜乐？因为大卫知道神永远不离弃他，因为大卫知道不论他犯了什么错，神永远爱他，即使他的父亲遗忘他，即使他的兄长不看好他，可是他知道有一位永生神是他的依靠，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所以大卫把他的安全感是放在神的身上。今天晚上神要你把安全感是放在神的身上，不是你丈夫的身上，不是你儿女的身上，不是金钱。有的时候你用很多的力量不断地抓这个抓那个，到最后你精疲力尽，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今天晚上神说要把你的安全感更多的放在神的身上，要倚靠神。当你心里惧怕的时候，要像大卫一样单单的倚靠神。好不好？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主，我把我的安全感，我要把我的信靠是放在你的身上，我也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神，我要这样单单的爱你，不论别人怎么看我。就像大卫的妻子笑他，在神的面前什么样子，你跳舞跳成那个样子不好看，可是大卫不在意，他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今天晚上你是在神的面前踊跃跳舞歌唱敬拜，哈利路亚，神何等喜悦你所献上的，就是这样子来赞美他，毫无保留的赞美我们的神。哦，西亚拉巴苏克山德，萨克山德拉玛山德拉卡巴斯克，库拉卡巴拉里亚修，库拉卡巴拉里亚修，拉苏里亚提。Sorry, I'm a sti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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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stiffy, stiffy, oh, yes, ooh, we are like
拜你，我要来歌唱，我要来赞美我的耶稣。亚巴拉巴亚巴拉利亚西格里亚拉巴塞，阿拉西基亚达勒，诺科索科拉卡巴。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就是这样，把你的手交给神。哦，神向你伸出他的手来，所以今天晚上你要放胆的把你的手交给神，让神牵着你的手，哈利路亚，走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你要信靠你的神，他不撇下你，他也不丢弃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是你的父亲，哈利路亚，你可以放心。今天晚上你可以放心，哈利路亚，交托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安全感是在神的身上。哦，撒克拉卡巴拉巴西里亚德亚拉西，哈利路亚，全然的交托，你才能够全然的喜乐。哈利路亚，当你全然的交托，你才能够全然的喜乐。撒克拉巴西里亚拉西格里耶格里亚达拉巴三达勒，哦耶格拉巴西格里。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他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今天晚上尊荣神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赞美神，赞美神。你知道，你赞美神，神的心就得着极大的喜乐。也许你说我不会唱，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赞美。在敬拜赞美当中，你知道有一个水流在里面，那是圣灵的水流。你只要跟着圣灵的水流在其中，一步一步的。突然之间你发现，哦，我可以说方言了，那是一个祷告的语言，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要继续的使用。你也可以用悟性，你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自由的歌唱，你知道神很喜悦。你说我唱歌的曲调不和谐，对神来说那个都不是问题，因为神听起来，神知道那是从你内心所发出来的敬拜赞美。
神觉得非常的悦耳。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神是你的唯一，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你所能够向神所表达那最美好的方式，就是赞美，就是尊荣。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晚上何等奇妙的夜晚哦！众天使天君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歌唱赞美神，赞美神。弟兄姐妹，当我们赞美的时候，那个大山小山可以挪开，耶利哥城可以倒塌，那个曾经在保罗希拉身上的锁链可以断开。所以你要相信，当你赞美的时候，也许你心中还有重担，可是你要信靠神。主啊，当我赞美的时候，我就是选择尊荣你，我选择我相信你，我相信这位全能的神，你正在帮助我。当我赞美敬拜的时候，神啊，神啊，那些大山小山都要挪移。 Amen。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里，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祝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里，是我能够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
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的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开始歌唱，从你的里面，
哦，今天晚上开始有一个涌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顺着圣灵的水流，你就是这样开始歌唱，哦，更多，更多，奉耶稣的名，更多的涌流，哦，希利亚拉索拉拉玛塞基，用信心。哈利路亚，用信心来向神来歌唱。哈利路亚，神赐给你的新歌是有力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喜乐又开始涌上来。哦，那个力量要开始涌上来。我所口神的泪，基利亚拉玛库拉森的拉，基亚的拉卡巴拉森的泪，我的所口来斯提。新歌，主为什么要把新歌在圣灵里的新歌赐给你？因为神不要你用你自己的力量。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信靠神，可是我们还是常常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完成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常常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决定。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来仰望神，讲的是你需要完全的放下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决定，你要倒空自己。因为只有当你倒空自己，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可是你说我怎么倒空自己？敬拜赞美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是学习倒空自己，不断的倒空自己。哈利路亚！你知道神在你里面的最深处等着要跟你说话，只要你愿意安静下来，你就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只可惜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让你静不下来，所以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生活压力里面，你就毛毛躁躁的。可是唯有当我们敬拜赞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在灵里的安息。常常在一段自由的敬拜赞美之后，神就把他的启示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经历到
神给我们的平安，神给我们的启示，神对我们说话。今天晚上就是这样，今天晚上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就是这样，就是要我们更多的注视神，更多的敬拜神，更多的倒空自己。当然神并不是不关心你的需要，可是只有当我们更多的这样被神的灵充满之后，神的国降临，你所求的，你所没有求的，常常就很自然的神迹，神的作为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现场。就像现在我感觉神就是要把应许给你，今天晚上神大大的充满在这里，神说你要什么。今天晚上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来到我们中间，主问你，你要什么？但愿我们可以像所罗门王所求的，主啊，主啊，我有所求，我有所要。我们就是告诉神我们所要的，然后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连你所没有求的神也要赐给你。所以今天晚上好不好，在这个时刻神有一个应许要给你，你今天晚上你的需要是什么，好不好？你可以按手在自己的心房，把你的愿望，把你的祈求告诉神。主说祈求就给你们，这个祈求讲的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深切的盼望，可能是一个疾病，癌症得到医治，可能是离家的丈夫可以回来，可能是一个关系的恢复，不论是什么，今天晚上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刻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祷告，把你心中所求的告诉神。主说祈求就给你们， Amen。 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来领受神的恩惠，哈利路亚。Shab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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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亚，在神的应许里有宣告，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那亨通的祝福，那灵魂的祝福，那医治的祝福，那家庭的祝福，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凭着信心来祷告，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得着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神对你的看顾，你要相信在最黑的夜，有的时候你都看不见亮光，有的时候你里面彷徨无助，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很沮丧，可是你一定要相信，即使在这样的黑夜，神没有撇下你，神他一直看顾，神他一直看顾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爱你。神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没有改变的爱，没有放弃的爱。我从来不曾怀疑过，到底你要多么爱我，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有你看顾着我，有的时候黑暗临到，有的时候狂风巨浪，我心依然没有平因为有你看顾我，我的主。不管前面道路有多困苦，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帮助，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永远看顾，我必能一路永跟随我的主。我从来不曾怀疑过，到底你有多么爱我，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都有你看顾着我，有的时候黑暗临到，有的时候狂风巨浪，我心依然没有平安，因为有你看顾我，我的主。不管前面道路有多困苦，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帮助，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永远看顾，我必能一路永跟随我的主。不管前面道路有多困苦，耶稣你永远是我的帮助，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永远看顾，我必能一路
有跟随我的主，我必能一路有跟随我的主。阿们，愿主耶稣的恩每一天都大能的与每一位。